撞一下！哎呦！撞了一颗爆！啊靠！腰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一款啊，是一个一款可以舒压的好游戏啊。老头呢，在这个冬季特价的时候买的啊，大概100多块左右吧。 那这款游戏其实在2016年早就已经推出了，然后呢，看到了这个游戏画面呢，非常的吸引我啊。它叫做《公路救赎》，不知道各位以前啊，跟我同年龄的人，知不知道一个叫做《暴力摩托车》的一款小游戏啊，《暴力摩托车》呢，以前呢算是老头的回忆啊，以前超级爱玩的，因为它很舒压，然后又很暴力，又整个有速度感，又非常的爽快。 如今呢，这款游戏呢就跟暴力摩托车非常的像，是不是同个公司出的？我就不清楚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玩给你们看，我们看下去。啊，战役一，啊，据说改的非常的多啊，啊，这怎样？它还有分四个摩托车哦，应该只能一个人玩就好了吧？就一批就好啦。选择摩托车，哎啊，我怎么笨动？ 哦，还有这么酷的哦！摩托车还可以选好多种哦，技能里面解锁哦，这个很帅。可是目前我们好像只有3台可以选而已，那我们选第一台最基本的好不好？哦，我们还可以选择拿什么武器啊？对啊，这个暴力摩托车跟暴力摩托车几乎一模一样，就可以选择拿武器这样子。反手，哦，这个都要解锁啊！算了，我们就用最基本的好了。 来吧，啊！数十年的战斗之后，这个国家的摩托车帮派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，还有故事哎！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行动中，一位蒙面刺客杀死了巴拉巴拉巴拉的首领啊，然后悬赏多少这么多钱？个10、100、1000万、10万、10万、1500万。 捉拿刺客不论死活，现在这个国家每一个摩托车手都在追赶他，所以说我就是那个主角就对了。嗯，来吧，哦，这款游戏非常的舒压，铲除这个谁的高层，以防他在这个你之前抓住刺客，哦，所以说我是要扮演也要跟着抓刺客的人，哦，所以说并不是我是刺客这样子。 不让目标逃跑，奖励是1000一，来吧。前面好多人啊！回忆涌上心头。Span， 嗯？啊，靠背！哎，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只是要注意看一下这怎么操作啊！啊，完了，尴尬，完了！ 哦哟，扛错是踹啊！Shift的是攻击，可是现在看不到人了。完了，拖太远了。左键右键也是攻击。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很会嘛，很会是不是？下去了。嗯，警察先生。哎、欸，干什么东西？滚了！哎、欸，没看我在追赶他们吗？ 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哎呀呀呀！到底要杀几个人啊？哎呦喂呀！下去打爆你的小龟龟！哎呀，我打掉那些目标还有钱可以赚哦。可是我要怎么刹车啊？哦，还可以换武器。哎、欸，长棍攻击哈！哎、欸，哎呀，跑过头了。 你们前面的小嫩逼、小淘气，别跑啊！啊，你个装逼啊你！哦，W 按2下，可以开氮气加速啊！哦哟，这么酷哦！啊，干什么东西？哦，居然没死！完了！ 哦，啊靠妹，哈哈哈！
哦，知道了，空白键是刹车甩尾啦。终于懂了，啊，能量用完了。我会。哦呦！我突然跳起来了。干什么东西？他不是很强。警察先生，火焰刃。呜呼！耶啊！靠，好，有点难操作。哎呀！看什么？你看什么东西？看什么？去死吧！哦，格挡是不是？有钱不赚吗？赚钱时间。啊！救命啊！哎嘿嘿！哎，怎么办？前面好多人没有杀到啊，好像还有五颗标记吧？可恶！不甘心。生气气了，干嘛啦？抓到你了！快滚！哦呦，这个穿的装备很屌哦，钢铁装，钢铁装，哦，这也钢铁装，抓了一个钢铁斗士是吧？哎，来，抓到你了，哦呦，还剩下三个，抓了，先把你弄死，还不死是不是？哦耶，快点，前面那个我要了。拿下他的手机，走开！双面夹攻，哇，算失败了吗？我们只杀掉五个，还有两个右边那两个没有杀死。好玩！哦，这个还可以提升能力呀、啊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身上808块，什么都不能升。哦，可以恢复血量啊。哦，我们不要了，我们就留着就好了。留着。按下 Enter 就可以开始了。我们现在才到这边而已哦，以至少第三名成绩完成，可以啦。结果居然连赛，连车子也算是参赛者啊！这也是捷径吗？哎，这是捷径哎，好酷哦！走捷径啊，就是屌，有没有？哇！就走捷径也没有捷径，还是第十名。哈哈哈！哎呀，第十一名了啦！可恶，这样不行。这种东西啊，肉块啊！躲开！给我走开！公路飙神呢？拜托！啊！格挡，我至少要前三名。干什么东西？第三名弄死他，弄死第三名。哇，这超危险的！啊哈哈哈！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不要同一台车啊！追上你们，冲啊！你们都是我的车尾灯。朋友走捷径很会哦，很会走捷径哦。喂呀！哇，第三名！最后一圈了，哎、欸，没有赢了。有，这算胜利了啊！好难操控哦，不过很爽就是了。耶，1300，要装什么？升级你的轻型武器。哎呦，升级近战是吧？
好，我们来剩下这个好了。继续，不让目标逃跑。继续啊、哦！目标，我这显示这样。哦，还有道具哦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装炸药吗？现在变超级马里奥赛车了，是不是？目标逃跑。哦，可以装炸弹，装了一个炸弹在上面了。哇，超会撞！装了，装了，装了。碎了！呀，装炸弹我最会啦，炸弹兵啦！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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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来了来了，有 feel 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快点快快，这边给我这边给我，装一下装一下，装一下装一下！哦呦哦呦哦呦！撞了一颗，爆！呼呼，啊靠腰！笑死！要爆喽！呼呼！啊！可恶！哎，我要装炸弹了！好玩好玩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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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前面那个炸弹我要了！哎、欸，不要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你在敲三小，活该呀！在敲嘛！呜呼！大胜利！剩下小罗罗了，现在小罗罗了，我砍，我的砍呢、欸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哦，好硬，好硬，这个很硬。嫩。嫩啊！哇哦！哦哟，哦，可以蓄力，哦，可以蓄力啊！哎呀，该死的！可恶！追上他们，好像快到了，目的地好像快到了。这是补血是不是？哎呦呀！嘿嘿嘿，可以在摩托车上面装炸弹吗？装了就赶快跑了嘛！就你，就你了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哦，再见！嘣！呜呼！装一下吗？装一下吗？哇，好多钱哦！呀，1100，好爽啊！这游戏怎么这么好玩？我们来增加我们的近战伤害好不好？还是这个大富翁背心装一下好了。买？怎么买？有，好爽，好爽！在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到达那个点，我还不能死啊！这个条件有点牵强哦，因为我刚一直乱装一通。那我其他人就不要惹就好了，把他们踢下去就好了。对，哇，我死了！哎，这样失败了吧？啊，都是你们害的！把你们踹出去最简单的啦！干什么东西？啊！踹死你们！踹死你们！装炸弹哦！装！哦，原来可以这样子！哇酷！好酷啊！打屁打，打屁打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
三二一 ，boom！ 没好，没有车了，赞哦！要到达目的地了吗？哎呦，车子来杀我！我的警察车冲过来了哦！哎呦呀，这还可以多人连线，你们知道吗？超爽的！哎，干什么东西？下去了，下去了！哇，终点站到了，是不是？冲刺！耶、yeah. ！The ride's your canvas and you paint it with blood。好爽啊！啊！呜呼！蘑菇是怎样？啊！死亡之后回满血，加15%经验值，升级你的刀，来吧！不要让目标逃跑。哦，我的刀变成帅哦！Trying to get past him alive。目标在哪里啊？目标里的。哦，看到了，全部要杀光哦！哪里过来？哦，有枪！哦，我的天啊！干得太作弊了吧！我要死了、啊，各位！给钱呐、啊！呜呼 ！Nice job！ 哎，搞什么？不能这样啊，各位！对呀、啊！呜呼！哇哇哇哇！要死要死要死！有难度有难度，没有这么的简单呐、啊！爆 ！Nice， 碎了 ！Sure he deserved。哇哈哈哈哈！太棒了，尴尬，点弹。哦，被敲死了 ！Oh my god， 这样就 game over 了，输了，输了，结束了，基础攻击力增加，哇，经验值没了，结束，已完成，哦。所以说这个游戏到底会不会继承前面获得的东西啊，还是它跟一般雷洛格的那种游戏一样，就是死掉什么都没，但是可以获得就是下一局开局的一些经验值的一些能力，好像是这样子。个人觉得真的还蛮好玩的，我说真的，真的还蛮刺激的，多人连线其实还蛮屌的。这应该不能多人连线，你看它四个摇杆，感觉好像只能一台电脑然后四个人玩，不能外面连吧？可以外面连吗？外面连可以吧？在线测试版哦，可以耶，可以在线测试版耶，还蛮猛的啊！哇，这真的还蛮好玩的，我个人觉得。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就先差不多玩到这里了哈、哦。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话呢，也记得左下角有个订阅，右下角有个喜欢，喜欢数如果很多的话呢，老头呢考虑继续玩这款游戏啊。对了，除了喜欢数很多之外呢，观看数也要多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会觉得说拍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。公路救赎，再见了，拜拜。